600盆圣诞红组成7.5公尺高的圣诞树，山城红花节在复兴台七桃花源休闲农业区。暖冬补助让民众出游意愿大增，景点也有不少的新选择。展区内5公顷的圣诞红盆栽一同绽放，喜气满满。正看八字形，横看像猪鼻子，猪尾预告消波块，造型独特，相当有趣。云彩海水相伴，吸引了不少摄影玩家，尤其是在潮汐当中伴着余晖，风景更是一绝。桃园除了疗愈海景，还有浪漫造景。欧式城堡嵌在墙上，桃园平镇的咖啡馆改良自中餐婚宴餐厅，空地上的旋转木马将马儿换成纯白驯鹿，和帘幕分隔的帐篷包厢，让人仿佛进入欧式童话。循着铁轨进入隧道，里头繁星点点，就像穿越了时空洪流。而隧道外还有全台最美海岸支线，串联山海风光。北台湾的山光水色尽收眼底，让这年末暖冬无需往南跑，照样杀光底片。三立新闻林俊豪、林宏宇、吴宣彤，基隆桃园报道。